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为各位带来是《星际大战：战场前线》这款游戏的 gameplay。今天这一集也是一样玩任务里面的生还者模式，对。然后今天也是一样，我一个人。今天主要我回来玩这个生还者模式，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玩，所以这次我回来玩这款游戏的生还者模式是希望能迅速的通关这样子。然后我先选好我的武器装备还有我的卡牌，好，我们开始。刚开始的画面还是一样，我们被孤立，然后我们要试着杀出重围。然后这个那应该不可能是 NPC， 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就是有跟你朋友玩的话，那就是你的同伴，所以这个动画就是会消失，前面那个人会消失，然后变成你自己一个人。 OK， 这次我希望能迅速的通关，然后我最主要会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玩这一场的 gameplay，然后第三人称主要会有时候切换，是因为会能迅速的机动性的移动这样子。现在敌人在哪里？哦，看到了，前面好几只。然后赶快灌一个，直接近战敲他们了。因为这些敌人都很脆弱，不需要太过小心。OK， 干掉一个，两个。OK， 第一关结束，我们一共花了一些的时间结束了 Level 1，我们还剩下五个波数，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场战斗。然后左边有个新的兵种，这个兵种皮会比较厚，对，在前面上一集有讲过。哇，我莫名其妙被轰炸 ，the fuck， 底下吗？哦，对，在底下看到了。哦，对，他皮比较厚。下来跟你干 ，Come on！ 好 ，OK， 第二波结束，我们把这个皮比较厚的盔甲队长给干掉了。现在趁我们的下一波，第三波。飞弹位置在那边。因为待会儿下一波是重装机器人，对。其实我们不需要，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依靠这个武器包了，因为我现在的卡牌，这算卡牌，有火箭筒可以应付。哦，看到了 ，luck luck。OK， 然后机动性，赶快绕到他后面。Come on, bitch！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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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危险。OK OK OK，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快阵亡了，快阵亡了，但是没关系，我在最后一发我就把他干掉 ，nice kill， 第三波结束。中装机器人差不多打三发一次就可以扣20滴血以上，将近四分之一以上的血，应该是三分之一的血。然后现在我们进入第四波，第四波有一个 sniper， 这 sniper 会有喷射背包，还有防护罩。
OK， 看到了很多风暴战士在底下，我直接冲下去跟他干了。Come on！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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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干掉他的狙击手了。好，一次。跟着我刚才讲的话，他那个狙击手主要只是狙击手功能，另外一个角色是会有背着喷射背包，会有防护罩，应该在之后的 level 才会出现。哦，很多敌人在攻击我，赶快做闪避的动作。好，给干掉，盔甲勇士，干掉一只。Loading， 尽量打他的头，因为他的头是很容易把他攻破的。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一波，现在要进入第五波。喷射背包，对，我刚才讲到喷射背包的部队要来了。我看到了，敌人看到。远距离就可以把他干掉了。Oh no no no！ 我的敌人，有防护罩，各位有没有看到防护罩兵？他们的火力好惊人。然后干掉一只，这些都是小兵，所以不用太担心。然后都把小兵干掉，只剩下防护罩兵了。好，可以干掉一个喷射包，然后另外一个他已经飞起来了，他就是他弱点，我已经把他干掉。OK，Level 5结束。我看能不能打鸟，好像不能打鸟。OK， 没办法飞上去。OK， 我们要进入 Level 6最终的 Level， 然后我有一次的防护罩使用时间。我看到机器人了 ，Luck。他们好远就攻击我了，好危险。然后赶快用我的防护罩，我可以挡住。然后看到有狙击手，他用防护罩，我的妈，危险哦！敌方机器人，你 so luck， 赶快做机动性的掩护，然后绕到他后面，这样机动性就会很高。然后我快要结束通关了，所以先躲一下，敌人的炮火很强，我最后的火箭筒可以把他干掉。拜拜 man， 哇，干掉结束。然后小兵只剩下一只姜甲勇士了。Come on， 男人之间的对阵来啦 ，Come on。OK， 我们结束我们的通关，我们把最后一个小队长干掉了。还有谁呢？最后一个 ，OK， 干掉 ，Thank you。这是我们最后的击杀，对。OK， 这次提早了游玩时间，有提早了一分钟至少。对，排名是跟朋友之间，我差不多是在前半段。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